Hello, hello， 系咩事呢？咁就系大家冇留意到有个，我自己认为系一个数字一字嚟嘅。咁系咩意思呢？就系代表我嘅广东专辑嘅第一首主打《最好的时刻》咧，就今日完成咗MV 嘅拍摄啦。咁啊。其實個 MV 嘅我哋今次合作嘅導演咧叫 Lee Cat， 咁咧咁好多好得意嘅 ideas 嘅，咁所以今日我哋拍攝嘅過程好開心啦，咁亦都真係有好多嘅演員一齊參與啦，即係今日有好多臨時演員啊咁樣，咁佢哋都我哋一齊度過咗最好的時刻嘅，都一的確有咁啊，咁印象最難忘就是我剛才拍攝的場地其實是一個很高的天台，我再站高了，就其實我站的位置我站和我的面是差不多闊的，即等於我當我這個兩一對腳啪站在一個這麼小的範圍，就在個天台那裡就唱歌樣，即其實我是有位高症的，所以其實這樣即就有少少係很大突破嚟㗎啦，咁啊，咁同埋嗰個景色係好靚，所以好值得要咁樣去拍攝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成個城市嘅景觀啊咁樣咯。咁我自己好期待呢個 MV 嘅出嚟嘅效果嘅。咁而導演啊，咁一班工作人員今日都係好有能量、好積極嘅態度咁樣，對於呢首歌充滿住信心咁。咁所以再一次一定好。最好的时刻 MV 首播，一日。